就现在这个状况，就是还这样帮大家，就蛮感动的。对啊，现在蛮多产业都蛮惨。三级警戒将近两个月，无头路、歹过生活的人愈来愈多。当然帮助愈大啊！啊，阮先生就去大养老院啊，啊，无囡仔出来剩我家己命。提供物资，提供头路，疫情之下，台湾人站出来收听。7月16日晚上9点，台湾技术铺。